迎回到虎玩溜球教学频道，我是赞赞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溜球的教学影片或相关资讯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喽。那我们今天要教的动作是前抛，或者是可以叫做反手抛。那我就示范一次。好。那这个动作一开始，先把球放在你的大腿旁边，抛出去之后手伸直，翻过来让球回来接。再一次哦，大腿旁边，手伸直，翻过来接。大腿旁边，手伸直，翻过来接，是这样。那球出去之后回来接，一定要反手接哦，不可以正接，这样他的球就会多转一圈，像这样，我们就要再把它翻过来，才能够再继续下一个动作。那如果正面的动作练手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看不同位置的前抛，像是左边，然后右边，上面跟下面。大家回去要多多练习哦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，如果喜欢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来玩溜溜球。我是赞赞，拜拜。On the windshield drive, doing old film hit on the greatest road. Smile, a little crooked way that you're looking at. Gotta tell you something.